请转身。这轮题目是：春风此生最爱插烧粉。行，给了啊。传递开始。九，九个字。九，九阴真经。九个字 ，OK。九霄云散。沈腾。九你。沈腾。九品芝麻。沈腾。打他。沈腾。打。打。沈腾。打。沈腾。沈腾。沈腾。九沈腾。啊，沈腾此生最爱。心。最爱，最爱，最爱，喝酒，叉烧粉，吃，叉烧粉，沈腾此生最爱，沈腾最爱吃，叉烧粉，叉烧粉，你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导演啊，以后这个节目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有我没他。干嘛？猜猜，你干嘛打人了？沈腾。什么？沈腾。沈。我的名字沈腾。沈腾。沈涛。洋洋，你这么爱我吗？太爱我了，哎呀。沈腾。沈腾，沈腾，沈腾，最爱，最爱，哎，最爱，吃，欧什么欧啊？我忘了，我们组还有一个比我更糟糕的，吃，刀，太太是我们派过去的，吃。什么呀？沈腾最爱爱吃粉，吃粉，沈腾最爱吃粉。沈腾最服，对服。沈涛，猜猜好厉害哟！沈涛还是沈腾？沈腾，沈腾。我都不知道，沈桃，沈桃，他爱吃，吃，说了些什么呀？沈桃最爱吃粉，好像粉，粉，吃的就是吃的。一点儿都没听清楚，竟然让菜菜在中间，他的问题，你打打我懵了。沈腾，心疼，沈，心沈腾，哦，沈腾，爱吃，我就没听清楚了。沈腾爱吃还是爱吃粉？什么福？对不对？粉完全没有听清楚。沈腾爱吃还是白吃？对，猜得好。爱吃什么福？佛对了。佛对了，不是吗？他输的，打他呀！你干嘛打我？你打他呀！还有一句很关键，是沈腾爱吃还是沈腾白吃啊？是沈腾爱吃什么？不是，沈腾白吃亏，靠谱。沈腾白吃，本来就是白吃。确定的答案是什么？听国立老师的，沈腾白吃。哇，完全正确！哎呀，太棒了！真的是白吃了。沈腾
此生最爱吃叉烧粉啊，那么多呀，还有此生俩字儿。想了那么多字你还打我，你一来就打我，你干嘛不停的打我了？菜菜，他是沈腾，是一看你就有气。这一局咱肯定赢了啊！来，两边互换一下啊！哎哎，败下阵来啊！好，请戴上耳机。这轮他们要传递的话是，呵，电脑有六个，这个太难传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15个。好，到最后一个肯定虾米。杨老师可以了吗？带着那个范儿哈，开始。老师几个字？几个字？15个字。15个字。朕乃九五之尊。朕是九五后。九五后不是后，至尊。朕乃九五之尊，之尊，还怕他？还怕他？一个反贼不成？反贼？反劫？反贼？反贼？太监？反贼？反？反，这是反，这是脑袋，这是反，还怕他个后脑勺不成？还怕他一个反贼不成？朕乃九五之尊，差不多了。好，继续来，全靠你了。朕，是啊，是，朕是九五后，九五后，九，是人笑，九五后。九五九九九五至尊，朕是九五至尊。对，还怕他一个太监不成？朕乃九五至尊，还怕他沈腾一个太监不成？对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朕，朕，九五之尊。朕，九，九，五，五，九五之尊，之尊，还怕他沈腾一个太监不成？还怕沈腾一个太监不成？还怕沈腾你一个小太监不可？哎，好，没毛病，正确了。朕，肩膀，朕，肩膀，朕，朕，啊，张国立，朕，啊，朕，渣，张国立，九。九五之尊，还怕苏公公吗？爱，还怕一个爱他们，爱王后，还怕一个苏公公吗？苏公公吗？爱容嬷嬷。苏公公。爱。苏公公。啊。苏公公。爱什么？爱王后。爱他。王后。爱他们。爱他。对了。九五之尊爱他。沈腾，苏公公。容嬷嬷。时间到。田老师不许有眼神交流，请摘下耳机。答案是九五之尊爱蝈蝈。什么叫爱蝈蝈？不是爱蝈蝈，怎么爱什么嬷嬷？也不对，也不对，这不逻辑，对不对？九五之尊，我猜对了，是吧？爱什么呢？对的。他们那一群人跟我招手，也不能说爱他们呀。对。
他们的意思是蝈蝈和什么谐音？公公跟王后，哥哥，哥哥爸爸，爱哥哥呀，爱哥哥王后，就是我，哥哥。最后确定的答案是什么？九五之尊，爱婆婆。九五之尊爱蝈蝈，还是你刚才猜对着呢？后宫佳丽。